我来感觉你拄只看起来是咧偷窃电脑内底物件，我即马当咧查到底谁是廖白啊，所以不管是毋是家己人，我拢必须要确认一下。我原本无想要互你看内面的相片啊，伊就是要甲大嫂病院合作寻药的啦。大嫂一个查某人哦，为着病院的事业伫外面走走，合作的对象卖讲是查甫人啦，查某人看到拢会唔甘，想要甲笑笑。是的啦，我真正不知道火灾这么严重，阮朋友有尽全力给治疗啊。你是不是跟天人集团已经串通好了，专门要去我这里送一个人啊？是不是给恐吓？你临时加一大堆不合理的条件，我现在若是答应你，会对阮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。是谁在这吵吵闹闹的啊？既然洪先生伊无愿意配合贵公司的条件，那呢，咱现在能签了吗？那我甘愿，我才要回去。回去啦，我出去啦。你出去要做啥？打电话给你妈讲，吼，讲我手头够忏悔。你若出去哦，莫搁误会讲你去找什么人，你妈就真正袂转来。拄只病人家属跟我三姐个代志，你敢袂当替我背书记个秘密？体贴，万袂委屈家己，就亲像我啦，我就无可能委屈我家己。这嘛无一定是好事哦，那不是你这个人哦，想过爱你家己，就是哦，你也袂拄到一个愿意让你委屈家己的人。我来感觉你拄只看起来是咧偷窃电脑内底物件，我即马当咧查。到底谁是廖白啊？所以不管是不是家己人，我拢必须要确认一下。我原本无想要互你看内面的相片啊，伊就是要甲大嫂病院合作寻药的啦。大嫂一个查某人哦，为着病院的事业在外面走走，合作的对象卖讲是查甫人啦。查某人看到拢会唔甘，想要甲笑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